从 Tink Cup Pass 下山之后，我们来到了这个叫 Tink Cup 的小镇。Tink Cup 是一个半废弃且没有在官方注册的小镇。然而，这个小镇至今仍提供钓鱼、露营等基本用品。We are heading to Open Tunnel。离开小镇以后，为了到达 Hancock Pass，我们走上了这条连接道 Cumberland Pass。 Cumberland Pass 难度虽然不大，但风景还是不错的。Cumberland Pass 沿途会路过一些矿场，这些矿场曾经是科罗拉多州辉煌的历史成就之一。在1880年，这里的矿物开采种类要比科罗拉多州其他矿场都丰富。我们现在从 Cumberland Road 已经拐进这个去 Open Tunnel 的这个路了，这条路Cumberland 要窄一点，但是还是挺平的，整体来说还算比较平。埃奇往里要走也得走一小段，走一小段才能往这个奥普汤的那边拐。但实际上不是在这条路上，它因为这条路往前走，然后再有一个地方往左一拐，往山上拐。现在我们并不能到这个隧道的上面去，就是进不了隧道，因为它已经关闭了。但是我们可以去看的是它的这个station， 就是它的一个入口的一个管理站。在去往 Open Tunnel 的沿途，会看到两个曾经为铁路修建的储水箱遗迹。最大的储水箱超过了47000加仑。铁路的建设大大的推动了沿途的发展，兴起于1881年的 Woodstock 小镇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为了维护铁路而建立的小镇却并没有存活很久，因为选址的失误，1884年的一场雪崩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深山中的小镇。现在我们看这边上的铁轨啊，是当时的一个 loop， 就是一个 curve 一样的一个环，这就是为了火车当时方便这火车拐弯然后修建的这么着，它是一个curve 过去，就一个窝过去。这边上也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是在就是84年刚才说那个 Woodstock 被摧毁以后，然后这块是一个代替的。这个边上也有什么酒店呀什么之类的都有。现在我们往这 open 那个 tunnel 往上走，发现这块给关了这个路，不知道为啥。不过看样子我们是上不去了，走不到这个 open tunnel 了。这是 USN 就是 Forest Service 关的，这块儿边上有，看，这是 Forest Service 把它给关了。因为道路的封闭，我们不得不放弃探访 Open Tunnel， 继续沿着 Hancock Pass 前进。
随着海拔的上升， Hancock Pass 的难度就变得越来越大了。Hancock Pass 位于科罗拉多州幽灵小镇 San Elmo 附近，这条仅有 3.76 英里的越野小径却坐拥着12140英尺的最高海拔。下山的路段虽然比上山路段要宽很多，但是台阶也变得更多了。虽然山下气温有时候还能超过20度，但山上已经出现了零星的积雪和结冰。
从 Hancock Pass 下山之后，我们又回到了 St. Elmo， 这里是 Tinker Pass 的起点，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环线。